正面硬碰硬，我跟你说导向级我可不怕你，你只要中路不要召唤出太多你的帮手来，我还是说实话真的不是特别怕你，这个时候不要让他回头好不好，打掉他 OK， 这还行，打掉他还行啊，让他在那原地我就有点受不了了。来吧，那机会获取的是什么、不是大哥，你是嫌我这太简单了，还给他上一个无敌 buff。行，这么玩游戏啊，没关系，我相信我自己好吗，来个巨人，直接来巨人什么的。对嘛，这种就可以啊、哦。那敌上无敌 buff 你还撑不住，这不能怪别人。OK， 边路的话，这个时候最好来一个龙腾的，吃掉大蒜，到这个路来吃机会，非常的关键，对不对？来都是些扛不住的呢，为什么？来个扛得住的呀，肉一点的行不行啊？没事，下路这么来演员是吧，不着急，我还有上路，哎，上路我觉得他就不会演我，呵呵。那就是那一种结局了呗，就是硬碰硬呗。啊，以为我不敢是吧？真来硬碰硬，漂亮！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我准备 take your fucking ass now。那就只剩下最后一步了。OK， 这机会获取不重要，能过得去才重要啊！这个时候，哦，初衷已经变了。不过我这个高阶应该能挺住吧？手上有点体力，还是保一下。OK， 后续跟个机枪来吧，那你们相互的折磨呀。OK， 哎呀，大叔，我相信一波小扯，好吧？我就相信你了。我剩2500多阳光。还行，呵呵。